攻读《论语》圣训第三册第204页。老师，不要以为这一代平安就好了。请问世界上不平安的地方多不多？多。是啊，那边有很多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，善心的回向都是慈悲的展现哦。叩首诵经，回向给众生。自己多动善念，多存善心，修道是逆行的。好比你讨厌一个人，他跟我八字不合，怎么看就是讨厌。好，我越讨厌他，我越动善念回向给他，感谢你磨练我，感谢你造就我，你很好，你会成佛，我要度化你，甚至佛前忏悔，我一定累生累世跟他有不好的因缘，我一定对不起他，所以他对我这么不好，用无形的来转化，不要硬碰硬，懂吗？懂。改变不了他，我们先改变自己，一定可以转化的。所以哪有什么八字不合啊，是你的心修不好，是不是？是。